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形势来看，这贝利亚军心涣散啊，应该是赢不了了啊，大部分都在发呆。而无限赛罗大部分还在战斗啊，不对，又说错了啊。而普通形态下的赛罗还在战斗，所以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啊，这应该是赛罗应该是要获胜了。哎，不对。不对，大家看一下这一边，这贝利亚怎么又复苏了呢？这一片又把这个赛罗给包围了啊，看见没？哎呀，这一场比赛真的是啊，比上一场还持久，我真的是服了呀。看一下。还有没有必要让他们打完啊？瓜牛哥来分析一下。天亮啦，朋友们，日出啦，日落打到日出啦，大家看一下，太阳升起来啦，我的天，太阳呢？从光线来看啊，应该太阳在这边。哇，太阳打到下山，太阳打到日出又出来啦，这要打到中午去啦。哎，但是现在啊，虽然大部分的这一个贝利亚不行了啊，但是这边明显这个赛罗的数量急剧下降啊，看见没？就这一批贝利亚非常勇猛，看见了没？不停的打倒赛罗，哎，哇，就这一群非常勇猛的贝利亚，其他的都在发呆啊。哇，这一片好厉害呀，不停的击倒这个赛罗啊，有点东西，有希望，贝利亚还是有希望的啊。这边就几个了啊，这个怎么一直在这发呆，没有人进去揍他吗？哦，有一个想进去，但是他进不去啊。看一下这边，这什么情况？这里就一个啊，这个贝利亚在狂敲啊，太阳已经上天了，已经又打到了大中午了啊，太阳艳阳高照。哇，什么回事呀？怎么又来了，又定住了？看一下啊，就这一群贝利亚比较厉害了啊，就这一点，就看他们能不能攻到市区里去。赛罗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啊，就市区那么一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群贝利亚要攻进去了，哎，他们要攻进去了，就靠这一群贝利亚了啊！看你们攻进来了，朋友们，哇，这个完全定住了，怎么回事呀？好，攻进来了，朋友们，贝利亚要获胜了，我真的是没有想到。就这么一点了，就这么一点赛罗了，这边全部在发呆，我的天。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